大家好，今天的说一句中国话，我们说下面一段对话。寒风把我们吹得直哆嗦，可不是嘛？车怎么还不来呀？可能晚点了。大冷天，该多穿衣服才是。下面边读边理解，읽으면서뜻을알아보겠습니다。寒风찬바람，寒风찬바람，把我们吹的，찬바람이불어서直哆嗦，들들들들린다，들린다는뜻입니다。들린다，들들들린다，直哆嗦。可不是嘛，그러게요。车怎么还不来呀？차는왜아직도안와？还아직도不来오다？怎么아직도왜하는뜻입니다。可能晚点了，晚点，晚点，늦어졌다。好，跟误点了，시간이误点了也行。误，耽误的误，耽误，耽误。지체하다하는뜻입니다。可能耽误，可能误点了，或者可能晚点了都可以。大冷天，이춘날，이렇게추운날。大冷天，이거는구어입니다。이것也是东北的方言，동북이지방방언입니다。该多穿衣服才是。该응당마땅히多穿衣服，옷을많이입어야되겠는데才是되다이런뜻입니다。最后我们再读一遍。寒风把我们吹得直哆嗦，可不是嘛？车怎么还不来呀？可能晚点了。大冷天该多穿衣服才是。好，今天的说一句中国话绘画训练到此为止，下次再见。